疯了是不？这天气冷，你们搁这里边疯了是吧？不能出来。来吧，这个吧，磨牙棒。磨牙棒，哎，这个肉都干了，这都。这个白的是牛筋。哦，这个是牛肉。那可不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看看，咱家粉丝又给小狗们买了一罐这个磨牙棒啊，这种的好，这种的牛筋嚼的时候能嚼的时间长一点。这个啊，他们呢昨天吃的骨头，磨牙棒就不让他们吃了，让那三小只芦苇娜跑到那个里边啊，拿那里边跟那个六只小加拿利们，让他们去抢抢这个吃磨磨牙啊。你不能连续两天都让小斯大福他们吃，是不是？小加拿利们也得吃点啊。我去给他挪过去。虽然说这个空间小，但是这里边暖和，不来回折腾。那个里边太冷了，跑笼里边。老粗上去，老粗，罗伊娜就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上来就开始打。老粗，你看吧，老粗欺负罗伊娜。扔几根。哎呀，七根去，来拿一把。里边老粗，老粗底下还趴着一根呢。谁还没有？别都有。不扔了啊！有。哎，这每只狗里边都嚼上了之后，它都没事了。实际这个东西比昨天那骨头好啊，这个没有那么硬，它这个筋呢还有那个软度，咬着咬着挺好的，对牙齿好，隔不坏，不崩牙。吓，那个小黑聪明的全都咬住。没事，现在我摸他们每一只狗都知道是我摸的，都没事了，都不护食了。只不过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乱叫乱抢，是吧？动不动就打架。呀，还是小加拿利厉害。那个老粗的又卡这儿了。哎呀，这健身板是得往这边推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实际他们每只狗都嘴里边都有，只不过非得要抢人的。尤其是这小狗，就感觉人家嘴里这个好。推它也没事，不像前两天那时候叫着。老狗在这儿呢吗？这是老爸。啊！吓那小罗厉害着呢，哎，你这些，他是这山看着那山高，老感觉人家的好，你自己的吐了。你那根呢？这不吐了在地上。不是，他光咬肉。啊！这个筋他都不吃。馋。你看里边还掉了一根。这是玩意儿，你看吧，这是小狗啊。哟，馋。他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他小的时候人家刷盆儿，他吃一刚倒进去那个食物的时候，他咔咔吃两口，然后见底儿的不吃了。啊！从来不刷盆儿，这咬这磨牙棒也一样，光吃肉不吃筋。你看，咬你了吧？你说哪只不烦你吗？这个也开始炸毛了，看，开始炸毛了，看都炸起来。以前都不会，毛炸的像狮子，你看。以前都不炸毛，现在一个比一个厉害，这小性格起来了。
哟，哎呀，小罗也开始护了，你看没？那这俩人躺着吃，他俩倒没事儿。只要是加能力一给他们抢，他们就开始急了。行，一根咱家这位粉丝问金阳，这一根磨牙棒一个狗能吃多长时间？你要给让他搁这磨的话，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也吃不完。吃不完，他就是把外边那肉。他不跑。他不跑，他就是抢着那个东西。嗯，他就给你抢。嗯。你咬我也行，我死皮赖脸我就给你要。这就三只罗威纳，今天三只罗威纳在这里边称王称霸了。别，走吧。走吧，给你来一杯，给你高兴了。哎呀，这六只加拿大虽说平常的时候打架非常猛，但是见了我们这个小罗威纳，看看，还是有点抵触的吧？他，嗯嗯，这气势还是压不住这个罗威纳啊。等过一段，过了年之后，看看他们长得都起来了，这个头，看他们打架怎么样。哎，这小猫咬了五公主的脸了。五公主咬脸了，咬脸了，没事吗？没事，休息休息，咬一下。说话，这家伙完了，小虎皮，你打不过人家啊？让老大给你拿捏了，是不是？老大这玩意儿，一般人。除了大老粗，一般人一般的狗压不住它。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呀呀呀，是他咬你吗？不是那个小罗，嚼成这样，慢慢嚼成这样之后就嚼断了，然后他们就吃了。有的人嚼成这样的话，他不吃，就那样，咱就给他扔了就行了。小虎皮胆儿挺大，去抢去了。大家说吧，此时的三只罗威纳还有五只加纳利，你看他们谁厉害啊？你看他们谁厉害？谁是真正的狗啊？马上就要吃不着了，那个垫子盖上了，看没？扒呢在那儿，出来了。